哪儿去啊？镇大官人，殿前已经清过了，我们走啊！我拿3000万点山钱呢！啊！爹，郑大官人，你就放了我们吧！白纸黑字在我手里，不还钱就别想走！爹，郑大官人，我给你磕头了，你就饶了我们吧！爹，主将在，给我看好了，要是跑了。你来还钱！是，给我老实点！郑大官，您慢走啊！这两个人保准给你看好了。吵什么吵什么？都赶紧收东西，给我干活去！伙计，来三斤瘦肉。好嘞！三斤瘦肉好了。你就给3斤啊！我郑冠希还要不要做买卖了？3斤肉。哼。